这个也是新书包装。哇！来，叶君帮忙一下。你觉得我画这个材料要时不时尚？真的嘞，很时尚。刚好这样。练好像穿。这个粽子这个位置也很特别，这个好有你的象征哦。对，因为。只有你会做这种事情，真的。认购这个什么问题？对，对，没问题，他一定会。我等下逼他买100本，买100本，他一定 OK 的。我本来想买200本，我直接给雅雅请款。买，我跟你讲，买这个书是我老婆唯一不会反对的。我们演艺圈经常女艺人出写真集，好，我们大哥嘛就认购哈，100本、200本。对啊，但是呢，让老婆知道我们买人家女明星的写真书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会觉得我们起色心还是怎么样。所以我每次都交，他绝对不是你。我每次都交代那个女艺人说，我钱会给你哈，书哦，记得不要寄到我家。这很奇怪。在书中说男生像黄金猎犬，那玉林哥像什么？刚刚有人问我说，觉得我像土狗。没有，你知道卡通影片有一种拓汤的狗很可爱，就是你知道非常的急，然后每次跑的时候那个耳朵都会乱飞啊，然后眼睛有点拓汤，然后那个喉咙这样的往外。他就是这样很荒谬的可爱的卡通狗。男人很特别，我觉得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所以这个然后要常常给他们很多鼓励。对，就像我们在带一个幼犬的黄金猎犬一样，哦，老公做对事就给他对 good boy good boy 这样子 good boy 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受用的。你把男人形容成狗，这个算是抬举男人。没有啦，不是狗，是可爱的黄金猎犬。生畜